大家好，传播艺术学士学位核定的学生，为了展现四年学习成果，今年以第六届毕业制作，以花镜为主题，同学制作影片充满真侪缤纷的故事。透过镜头，咱做回来欣赏这个学生的作品。我们生前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前做好准备。生前契约是一次黑色幽默喜剧，是在讲两个好朋友开了一公司诈骗，伊想要利用卖生前契约来赚大钱，想袂到受骗救买少年人罹患重病，买起进前想要找了一公司来行合约。原本想要客气老跑的两个人，因为良心发现，虽然完全无相关的经验，也是决定要好好办完告别式。人生无常，还有时间稍纵即逝。这辈子算你欠我的，下辈子等你来还。这部是两个普通工，两个好朋友，原本想要开一间理公司做诈骗，想要谋取暴利，结果后面在一系列的良心谴责跟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威迫下，慢慢良心向善，然后决定好好帮他们办一场告别式，然后就是在告别式当中会发生很多很荒谬的事情，我们想要说这些荒谬的事情，就像人生一样，就是处处都是荒谬。另外一出《错在你》是在讲大学生之间的怨毒、仇恨等情感引发的故事，希望会当引发大家反思。我打给你干嘛不接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耶。对啊，你只有事情才找我，平常没事不会找。要先传一下再讲。你一年前是不是杀人了？很喜欢观察周遭的人，然后发现周遭对于任何事情都喜欢竞争。关于竞争这件事情，有良性的跟恶性的。那我发现恶性的很多，那我很想把这件事情讲出来，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那么恶性的竞争，多看看别人的好，这样。同学运用伫咧学校四年所学的专业知识甲技术，创作出充满新的影片。参加校外比赛也拢有真好的成绩，专业的程度未输乎业界团队。特种学习文林桂英，大川彩虹报道。